新台好，欢迎收看八月七号公司暗时新闻，我是孔阿文，新闻开始，先来看今天的重要消息。说伫了红海党上届新店，无奈就剩这两死，四个人失踪，道路塌方，还有一千多人需要用直升机空投物资。来看是风台塌方，扫过了这水风五分山的雷达站，几粒雷达球啊是扫落山，雷达站爱一年开到恢复正常。来看新北市三甲有哪发生这路崩起土石流，因入去徛家民众是赶紧撤离。先开始来关心的疑问是，这个苏迪勒风台真正是重伤到新北市，上严重的应该是新北市的这乌来。根据即马上新的统计啊，大约也过1100人是掉伫山区，十人失去联络，两个人死亡，四个人失踪，也过加上即马也过个苦苦等待亲人的消息甲下落。啊，今日下晡这行政院长毛迪国有哪去乌来来做了解？泡面等等物资，一箱一箱送去直升机，要飞往新北市乌来山区，空投给受困民众。根据统计，目前乌来阁有1100民众受困，包括福山400人、信贤500人、下坪甲后基分别100人，大约有10个人失联，失踪的阁有4个人。一个等离前进指挥所的老妈妈，目眶红红，想到孤囝被大水冲走，到今下落不明，心真正有够痛。他那天本来不用去上班的，公司又打电话来叫他上去的。本来他已经逃过这一劫了，他才30岁还没有成家。新北市政府指出，为乌来区公所通往后基的道路都崩17大，修复实在困难。另外，福山甲信贤拢伫偏远的山区，边个道路要抢通，至少要半月日。如果要从乌来区到信贤、到湖山，这沿路的打通啊，要花非常长的时间，不是一两个礼拜可以解决的。一道行政院长毛迪国嘛，前往伫鼓山活动中心的前进指挥所来看，只是相关单位爱以保全民众性命做优先，嘛家己认为这个防灾系统有发挥功效。我们大概都能够。按照这个我们原先的啊系统的设计，让发挥它一定的功效啊，所以把相关的灾害啊把它尽量降到最低。苏迪勒风台当上乌来，造成规千个民众受困。外界质疑，为怎又无先进行预防性撤离？农委会水保局表示，土石流红色警戒地区包括信贤甲福山，民众拢撤离到安全的所在，但其他受困民众并唔是伫土石流警戒区内底。记者林小明丹从回新北市报道。其实对这消防署的直升机空袭，这乌来影像来看，会当看到在乌来遐规条溪是溪水大涨甲变形，古那的所在道路有那是断甲是一截一截，真是结局本有那好大水冲歹，主本是真美的风景是规个糟践了。飞直升机空拍乌来山区，原本的青山绿水，被苏迪勒风台破坏，大雨造成山壁水崩山，出现真长的河道。原本是清清的溪水，被大量的土石淹没，变作一片黄，还阁正湍流。大雨压着土石冲落来，造成规个河道拢变形。镜头阁又较近的，会当看到袂少的厝被大水冲歹去，还阁真侪另外道路路基拢被掏空，点啊架阁放落来，落个山坎。即卖乌来山区，予人真歹相信，伊较早是遮尔啊水。今年初有来才举办半马的比赛，迄当时空拍的影像，山区的树啊是青嫩嫩，溪水嘛真清，风景实在是真水。如今一场风灾冲击乌来，造成路断去，桥阁歹去，超过1000人是受困在山中。新北市政府利用空投的方式运送物资，还阁医疗用药。苏迪勒风台摧残乌来民众的家园，温泉圣地一夜之间全拢毁掉，未来重建的路恐惊需要真长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马尾看到伫新北市瑞芳山区的五分山的雷达站，一旦讲是瑞芳的地标之一。啊，即个讲有那许风台扫到规粒这啊球体是破去，啊规粒全裂落这山坎。气象局讲过，上无爱有一年时间，这雷达站才当恢复正常。这个直径11.7米、可抵挡17级强阵风的雷达天线罩，竟然不敌苏迪勒的强风，被吹得支离破碎。
天山崁怪水面是夜间龟头卡，工作人员要封锁线。在新北市瑞芳山区五分山雷达站，本来地标志的这个隐形的雷达，何时得到风台吹到这个村街啊？那一天的风实在是很大，因为我们到了十七级。那正确的原因要还是要等到美方建设真正的建设人员来，才知道真正的原因。五分山气象站讲，这种情形在民国八十五年赫伯风台时阵也发生过一遍，迄当阵造成天山的崁挂，造成造一个天山损害。八十七年才修理好这个雷达仪，这边也是几粒球落来，有可能是何什么物件撞到？天线罩承受非常大的风压。那四点的时候，其实五分山气象雷达站它的风速计已经被毁损了，当时测得的阵风达到超过十七级，而这个雷达继续工作将近十个小时以后，终于在下午三点不敌强风。气象局讲，规座雷达的价值差不多是新台币两亿，那是天山这崁挂差不多千万块，因为目前相关的设备无备用品，短期内恐怕无法度修理好势。如果向美国来订，初步估计在一年了，雷达站才能恢复正常。会先向中央大学气象雷达站来要求支援进行观测。记者综合报道。马尾看到新北市一些三峡的山区，因为山里来传出有这道路严重崩起，亲像山区的这游牧地的民众，因路山的道路崩起，只会当沿着这啊崩起的路边的这水沟啊小心的撤离。啊，即马个三峡的区公所强调讲，物资已经是送上山啊，用工单位有来加强这赶紧来疏通，看是不是第一十天内会当通车。苏迪的洪台伫咧三峡地区造成严重的灾情，因为累积的雨量伤过大，造成土石流冲入山区，包括着油木、德伦等六个地，连续传出有民众失去联络、受困的情形。进入伫山区的油木里大火，被土石流冲入了，人体拢规个被淹去，搁再加上有路崩山，民众只要是沿着放起路段水沟啊，小心的撤离，真危险。撤离出来，民众拢心内惊惊。有民众还特别出来传茶油，未早入去火灌厝使用，一边来抢通道路。那当然不能管制啊，不然雨再大一点，冲下去就房子就流流了。我的厝拢未大，拢通去啊，通就过去啊。区长表示，伫山区部分有断线，所以真侪灾情怎么才传出来？目前物资已经送上山。永光处人员讲，因为八一一事发生崩山，已经加速伫咧抢通。希望上紧伫咧十天内边会当恢复通车。是到目前为止，山区这些里还没有供电，所以有很多讯息受灾的情形，或许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基本上我们会在十天之内，差不多在八月二十一号以前，会完成初步完成单向的通行，先抢通为优先。另外，伫咧八号洪台迄天传出德伦路的山区。土石流甲一户四楼的民众因家拢冲海去，不要紧，两个人拢被冲走。经过警消两天的搜救了，在十号早起八点外，踮新庄的新月桥下找到后生的尸体，赵老爸依然是下落不明。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即几天即大台北地区的即水道头的自来水拢有够流，啊，即台北市的即自来水的事业处是来强调讲，因为这是南四溪的即流道汹汹平灌到1300倍，啊，不过即净水厂一直在净水，一直在净水，起码算作有即恢复，啊，不过在民众厝内面，即用水会流的情形，恐吓还阁等一段时间。台北市长郭文韬今仔接受访问的时阵是表示讲，南四溪的水土保持出问题，这边可能要中央出来检查。打开水道头，流出来的水拢是黄的水，因为苏迪洛洪台，河水源落到创历史新高，和真侪家庭的用水是落了黄黄，民众嘛真无奈。我大概昨天早上起来就一直都这样，都没有更新过，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们都还要去买水，才能漱口跟煮饭。大台北自来水流度增加1300倍，达到39000多，时间是达到12点钟。经过自来水事业处三个净水队，拢一直加强净水，水质已经伫拜日下昼3点全面恢复正常。不过民众厝内用水继续是流落的情形，也爱等一段时间才当消毒。那当然，因为各个住户啊，他的这个住家的管线啊，有的是在末端，有的是在前端。那末端的当然会稍微比较吃亏一点，因为他可能有一些滞留的水。
面对家用水进入的问题，市长柯文哲强调，检查过了后，问题不是伫翡翠水库，而是南势溪的水土保持出问题，要中央出来检查负责。南势溪进那个净水厂，这个水太浊了。因为是当时翡翠水库还是拦着，没有放水，水放不太多，所以这件事情哦，等事情过后以后哈，我想这个就变成中央政府要出来要整个要检查了。柯文哲认为，这两天家用水可能也会漏漏，也不过用完了后就好啊。民众也当趁这个机会思考一下水土保持的代志，唔通平常时啊想着要开发，结果水土保持无做好，都会出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中火车台中市引水大甲溪的路道讲有那种超过标准1800，有那造成自来水公司净水设备完全无法度处理，这当好一部分的地区来减压用水，所以水公司是来估计讲要一礼拜来才当恢复正常。自来水公司方圆供水厂拢是抽大甲溪的水，普通是溪水正清，不过这两天水煞遮落。原因是受到风台带来雨，加真侪土石冲在溪里面。这次浊度飙升的原因当然是整个那个台风天，然后整个一个暴雨下来，然后把上游那个这些那个泥沙就往下带，所以才造成整个一个那个浊度的一个飙升。大甲溪是大台中地区民生用水重要来源之一，因故九号透早四点，灌水的路度竟然上升到1000多，比普通时灌水1800。自来水公司是赶紧调配利溪潭水库供水，才让路道下降到6500多。不过因为净水设备无法度及时处理，即下辛苦新社、大理、太平等地区减压供水。本来路道无超过0.2度，即两天提悬到2到4度。大甲溪的浊度大概平均大概都10度以下了，哦，10度以下，如果看10度，大概其实大概看还蛮清澈的，哈，蛮干净的，哈。那整个这一次台风来，我们大甲溪最高都曾经到达6500度哈。自来水公司讲，风台一走了，雨甲水，大家看的路道也慢慢降来。十号一楼已经降到416度，那是顶楼无继续落大雨，预估伫一礼拜内面，大家看的路道将会恢复普通时的正常值。目前大中地区的供水也拢正常，路道也拢伫咧标准值内面，民众唔免担心。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过了，上惊就是停水、停电咯。先来看是停电，即个即苏迪洛风台有哪组成转台湾有400多万户来停电。经过即台电赶紧来抢修，即卖也过800万户也未恢复用电。即个好些高雄阿莲的星期里有诶民众有厝无当倒转去，也过加以报地诶勇士居民是去甲用即臭鱼啊，但去甲即台电的报地好不爽。无水啊，因为无电，能够加水啊。无电免哪加水嘞，无水也无电啦。你一句我一句，大概是受气个无奈，因为厝内无电，冰箱内底物件全歹了了，垃圾水流流规涂骹，到了暗时还爱点蜡烛，无电的日子真歹过。啊，即摆问题较急，因讲拢修理袂出来，拢袂当来咱修理。啊，阮遮你问，大家拢打你电话，讲叫阮着爱叫啊，啊叫袂来。向台电控气啊，也阁有嘉义关埔地电的勇士居民，即只将死鱼啊堆伫塑胶袋啊，等下台电服务所满头卡拢是，因为因烦恼电阁无来，喜欢啊内底鱼啊可能活袂落去。紧张有够紧张个紧张，第一惊鱼啊死，第二惊无电能够抽水。民众无电用，将其出的台电翻过来看，无用气气的台电维修真悬，需要耐心找出影响跳电的关键。就这条电线被叶子叶啊磨破皮，工程车入不来，只好用人工背推锯树叶啊，摆渡障碍，才当顺利上电。没得休息，那直接没有。我昨天吃晚餐已经是11点多了。老实讲，可能要请咱用户吼，甲阮谅解一下，因为太。范围太大了，如果今天没有护电，我们不休息了。伫台电服务30多年，头一摆拄到这么大规模的停电灾害，伊也真无奈。依据台电统计，目前为止总计有442万用户被停电，创下历史纪录。主要是因为电火条啊起起，路树倒去，阻碍修复作业，已经出动超过1500台工程车到伫抢修。预计今暗大部分的用户都会当恢复用电。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这风台这风车头，有那好各地这落秋是倒几片哦。以这高雄市讲上惨，多了这13000多丛落秋，啊，那也真惨。有专家来指出，这样可能是这林雄都上过矮啊树啊，从那种了上过浅。风台树敌了扫过台湾，风势伤大，雨话树啊拢挡袂牢。有一挂树啊，直接压伫停伫路边的车辆顶悬，有诶横倒伫路中央，有诶挡着人咧行路的红砖道。热心的民众唔惊风雨，来到处理旧树枝。详细看，这连根拢互掹开的树啊，伊的叶啊足侪，但是伊的树根煞无甲土去夹做伙。防质疑是毋是因为种了伤浅，造成即间的灾情严重？我们没有把树当作一个会不断生长的生命来看待，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街道的家具。这都是设计人，他搞不清楚这棵树将来会长多大，所以他经常这个人行道本身设计就太窄。专家表示，伊种树的坑，若是拄到四边拢是空的暗土，伊的根要发展就无简单。另外，为了饲养的种植美观，专家嘛建议树木爱以无同的树种来整修。那因为修剪枝叶的时候，也同时会影响到它的根，也就是说，这个根本来已经生长不良了，我们又大幅修剪枝叶，又造成这个伤害，所以它根永远都很难就很强壮。这届风台造成高雄的落树倒13000丛，灾情会当讲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风台过了后，清洁人员赶紧来清理，尤其规丛倒落的大树，一丛一丛被扛起的卡车，看了让人做唔甘。未来是毋是搁会栽种同款的树种？市府表示会改种树根日头更加深的树种。这届的落树整顿估计要开5600万。记者郭彩燕、闽交群高雄报道。其实风台来之前，拢爱是甲需要甲一挂较大丛的这树啊，做一挂修正，较袂发生危险。啊，不过伫个台东地上的新兴村啊，有一排16丛正高的这尤加利树，讲伫风台迄天啊，赶紧予人来锉一半，啊，不过这是引起争议了。这是台东县地上乡新兴村的上吉路，规排16丛的路树在风台期间，却予村长为中风不等，当地部分的民众真无谅解，怪村长这款的风台处置真无妥当。也毋过村长讲，这规排路树生了伤大丛，去年麦德姆风台就吹到其中的一丛树，对着路边的厝，这一摆树地了风台更加强，不得不采取扑树的紧急措施。20-30年啊，所以讲伊实在太悬了。所以讲真正无法度，啊无像去年麦德姆风台来的时阵，甲咱边啊吼，这间厝吼，嘛是甲跌落啊。被拍的树种是澳洲尤加利树，住伫树边的居民讲，这几排树已经有30年以上，过去嘛捌被拍过，也毋过真紧又过会补出新意。这一摆拍树引来这款的争议，居民讲无安尼处理，搁较麻烦。这树啊会去危害到阮这生命、甲财产啊，阮这厝。看是地上乡的树，风台过了后会整成无数，也是引来一堆的游客关心，伊到底要有伫个无？甲被拍的尤加利树形成强烈对比。也毋过为了风台，树到底要安怎处置，才袂引来争议？可能都要好好想一下。记者综合报道。马尾关心的是，这农业方面的灾情，到今仔一早10点为止，全国农业损失的金额累计已经超过10亿了。宜兰、台南、云林、花莲、加高雄五个县市，产地损失了真惨，有那影响到青菜价格，讲起码有几粒菜是花价一粒200块。苏迪勒已经离开，也毋过对台湾造成的后续影响无输风台。十号下昼，高雄的黄昏市场人真多，也毋过蔬菜水果一直起，家庭主妇只好忍痛买落去。就买便宜一点的，买根茎类的东西就好啦，还是一样可以啊。小菜类一杯只有半斤花，至少25块；硬菜加汤虾菜又过贵上10块，各类菜一粒达到200块。为了降低起价，带给消费者压力，菜贩啊也将各类菜切成6份，每一份30至40块不等。那是市场爱哀求，产地也是稀烂的，产地已经就树全倒，我内底木瓜规涂卡。高雄市场单局特别到6区，美仑加基山视察农业灾害。这个风台来吼，我外销的。我们外销，8月20号，8月20号到9月20号要8个货柜啊。哇，那对啊，啊，就是说现在就可能跟贸易商谈一下，说是不是果品可以减半一下。邱瑞斌伫6个种了2公顷的木瓜，目视全毁，树身受损，敢那是伊一个人农损金额都达到200万，后还期至少要3个月。
到昨天早起十点为止，全国农损已经累计到十亿以上，超过一亿的农庄户依然台南、分林、花莲、甲高雄等五个县市。为了协助农民重建，行政院长毛志国表示，南部温目色损害严重，行政院会提供50亿给农民申请隔离贷款。记者综合报道。主本个过十天啊，地当收的这毛豆文旦，经过这届风台，落尾四五成，对伊我拢是真大个伤害。啊，不过这农民哥啊，烦恼讲这落来无处理，恐惊会影响到原来伊我树。一行入去毛豆的油啊园内面，涂骹是满满的落果，处处拢是风台吹昏过的痕迹。有农讲，这风台来的真唔是时阵，因为文旦过过十天就会使采收，但现在几乎满道的每一个油啊园内面，落果拢超过一半，互因损失惨重。大家每一个量吼拢足多啦，啊，你若以阮来讲吼，你像讲若一年有两三万斤的损失来收成吼，阮差不多带五成的，就带万几斤的损失哩啊。50块，伊50块来上，阮头啊了30几万。风台所造成的农损已经成为事实，但油农即马上烦恼的，就是落果如果嘛无马上处理，恐惊会烂去、生细菌，不但衍生环境的问题，嘛影响油啊树的生长。因此，九号台南市长赖清德勘灾的时阵，嘛拜托各军来协助。今日嘛派出将近300名的官兵协助清运。而区公所嘛讲，即几天将会甲文旦受灾的数据禀报予市府，希望市府会当替农民争取补助。好，就是我们由公所来，我们自己来拍照，那农民就不用检具相片，好，那马上做一个便民服务，特别针对受灾的部分，哈，是不是受灾户的部分，能够给他们一个低利贷款，来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台北会使采收的麻豆文旦，年产量大约有2500万斤，这次因为风台的关系，落果率达到4-5成。有农讲，这是莫拉克风台了后上惨重的一处。而今年的文旦价钱嘛，恐惊会起价。记者温进行台南报道。这个风台文旦扫掉真侪学校，根据上新的统计，总共有1000多间学校受害。其中新北市的这鼓山国小、甲德惠国小、甲正大附中上严重。天文的结果清楚地当看到，正大附中图书馆因为受到风台风雨的侵蚀，天棚涉水落来，结果整个空间大淹水，部分的册也受灾殃。主要是因为天花板的部分有积水，然后它承重不住之后就会掉落，所以刚才大家看到镜头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它是塌陷的状况，那塌陷之后就会带来淹水的情形。一箱啊，一箱册拢淡高高连做火，好好估计，这一摆风台造成的硬体设施甲册的毁损超过900万。另外一间学校南港高中损失也未少，大型的树啊都倒伫教室边啊，学生看了拢非常意外。比平常多障碍物什么的，然后就是泥巴乱飞什么的，所以就会很不安全，变很乱。然后讲说新生高一的学弟妹进来应该会吓到。受到了风台，和学校陆续传出灾害。其中新北市鼓山国小损失2284万上多，再来就是正大附中975万，新北市德惠国小559万。以县市区分，台中市灾损超过5000万，其次是新北市甲台北市整体灾损金额估计超过1亿9000万。所有学校应该在开学以前，这个不用那么久啊，应该这段时间大概都可以安定下来哈。那如果有大的部分，我们会尽快来协助。目前离教会开学还有大约3礼拜时间，各学校拢赶紧脚步抢先，想要在开学之前完成在校复原。记者综合报道。科技愈来愈进步，连穿的衫啊、戴的这手挂的这手表啊，拢当变作这关于健康上好的帮手了。这个拢是上先进科技的健康管理仪器，就像是穿这件衫了，就当用智慧型手机啊，知影你的心跳数。怎么在市面上是愈来愈多这种用科技来了解家己身体的健康用品？自分の体の情報を早く自分がキャッチ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そういう努力の一歩一歩がね、これからの高齢社会の中でより健康寿命を延ばす。这个看起来正普通的目镜框，伫咧鼻仔部分有感应器，会当测量着你目睭连刷顶人的情形，也够你眯目眯偌济遍，分析你大脑的情形，来防止亲像是高血压、大脑即款文明慢性病。日本正侪业者用新科技来预防疾病，就像这种透过运动来了解油脂燃烧的程度。
皮膚から出てくるアストンというガスを測定するものとなってまして、アストンを測定することで脂肪が燃えてい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ものを判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一般病童是用这个气管水会当去除油脂，只有人体内面也当制造病童，因为脂肪会伫个肝脏内面燃烧，分解出病童，透过血管变作气体，经过皮肤排放到人体外口。有业者就开发出会当测量病童的感应器，若无运动，人体一分钟会当排出30到80单位的病童，运动时阵会提悬超过80，但若伊的数字无到30，可能就是有大块的疾病。Wearable device ですと。1日こうずっと健康状態を測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ので、こう些細な変化に気づくことが可能なデバイスと考えています。一个会当用光学窥口来判断自己的心情、身体状况是不是压力太过大， APP 停息，让人会当随时调整心情，稍微较放松一挂。透过科技的进步，每一人都会当很简单地管理自己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以上就是今天暗时新闻，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台风重创乌来，多处道路遭到掏空，许多民众受困山中，还有住家餐厅也遭到土石流淹没，受损严重。大雨夹着土石冲刷，整条河道暴涨变形，不少房屋被大水冲毁，还有多处连外道路路基都被掏空，柏油路还崩塌掉落山谷。园林的收啊，水落落了。要出工唔敢，啊，我来要接落去出工。南势溪进那个净水厂，这个水太浊了。因为是当时翡翠水库还是拦着，没有放水，水放不太多。等事情过后以后，中央政府要出来要整个要检查了。我们没有把树当作一个会不断生长的生命来看待，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街道的家具。这都是设计人，他搞不清楚这棵树将来会长多大，所以他经常这个人行道本身设计就太窄。Different approach entirely. And you think that the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will cooperate with you? Oh, I think that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both parties want the same thing. A new president in 2016. I want to speak to the president. Is it urgent? I want to talk to him about the Minute Works program. Oh, sir, nothing urgent. 纸牌屋第三季，今天晚上11点就在公视频道。二十年啊。我家己做这样代志，就证明家己无错。我唔知影，我还阁提偌济物件出来证明，我看阁咩事。据嫌犯供称，他和另外两名在逃，绰号阿强和大胖子的嫌犯，因为经营电动玩具店失败负债，才异想天开，绑架和他们并不熟，但是家境还算富裕的被害人。我会走进法院去投案，就表示我相信他。结果一进去就差点走不出来。那么徐志强共同犯掳人勒索罪，要处无期徒刑，并且褫夺公权终身。这个囡仔你犯了十几年啊，阁无扛嘛？徐志强无罪。我说这个案件考验了我们对辩护制度的信仰，同时也考验了台湾的法院对无罪推定原则到底能够贯彻到什么。